窗外的大雨淋湿冰冷的空气，好羡慕天空可以哭泣，孤单的往前进，我答应过我自己，要赢到全世界交给你。忘了多久没有拥抱你，差不多快两年没来拜访大嫂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躺这儿去啊！太太，唐主任来了。哦，来了。唐主任，快进来坐。唐嫂。哎呀，你们院长真是的，要请你来家里吃饭也不早点讲，这么临时，差一点来不及准备了。太唐突，太唐突了，我也是临时准备，没机会专门去买。这点小小薄礼，大嫂不要见怪啊！太客气了，谢谢。其实我一直想找院长在外头聚一聚啊，可是一直找不到时间呢。没想到还先来麻烦大嫂。反正都是佣人在做，他只是动动口而已。是啊是啊，走，您坐吧。把那瓶25年的麦克能拿出来。哦。今天我胃口特别好，要陪唐主任好好喝两盅。谢谢。坐坐。哎，坐坐，请坐坐。请坐，请坐。以上是本台为您所做的独家报道。新闻最后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东北岸的飞鱼季正式开跑，期待渔民今年有个丰收的好年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BTV 晚间新闻，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。我是主播常艺如，再会。真是要谢谢你了，还好你有这样的关系，才没给闹上电视。不要那么客气啦，刚好用得上，刚好用得上啊！来来来，吃水果。啊、哦，来坐坐坐。大嫂，坐坐坐坐。大嫂，好手艺，真的好吃。啊、真的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哎好。来，谢谢。你看过这尊唐三彩马俑吗？哎，见过。我们是老同学，我就开门见山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想是圣恩院的纪院长送给院长的礼物吧。是啊，我想他们也是一番心意嘛。你们聊聊，先进去啊。我跟纪院长没有什么渊源，他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？是这样子，北区议事工会办年会，那么他们聘请我当主任委员，我特别推荐黄院长去帮他们演讲。只是为了请我去演讲？纪院长是代表北区议事工会送给你。这个应该代表他们的诚意，没有别的意思吗？立场，我
我就不方便替他回答，恐怕要院长直接问纪院长吧。北区医师的年度会议，我去参加没有问题。你知道，这东西很贵重的。听你这样说，要碰上识货的人才有价值啊。不瞒你说，我太太对唐三彩有些研究，而且很喜欢收集唐三彩。更好啊。那就麻烦你把这个退给纪院长。院长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嘛。我看你还是暂时留着吧，我会照你的意思转达给纪院长。好，那我就暂时代为保管，请你转告纪院长，请他派个人把这个拿回去。好好好，那你说的话我一定转达到，至于他派不派人来我可不能打包票。嘿嘿嘿。哦，夜也深了，我应该告辞了。那我们今天谈的事儿就要麻烦你了。放心。来，刘波。没关系，我送。院长，请留步。慢走了。那我走了，多谢。真美，连我喜欢收集唐三彩的事都知道。这纪院长啊，还真有心呢。还不是押定了唐国泰会当上院长。唐国泰会当院长吗？在这。对不起，实在是有紧急的事情。还有什么事？是刘新平，他出现了严重的静脉血管栓塞。如果我们不赶快治疗的话，他血管栓塞的情况会逐渐蔓延，然后变成上腔静脉症候群。万一压迫到气管的话，到时候问题会很大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才知道问题大呀！你以为他是谁呀？猫还狗啊？他是中途的宝贝女儿啊！这事都搞不定，你又搞出这么大的问题，你要告诉我才高兴的。主任，我们是不是把普罗威拆掉？你说的简单呢、啊，刘新平是可以随便乱动的，说要开刀就可以推进开刀房去啊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拆的话，以后问题更大。上一次开会，苏一环就说要拆普罗威，早知道你也站着。那当时我干嘛拍着桌子挺着你？我神经病啊！主任，刘新平刚做完化学治疗，他体内的凝血机制受到抑制，他现在情况越来越糟糕。我们要开刀的话，就要趁现在。如果过一阵子再开的话，哇，那个情况比现在复杂好几倍哎！你给我听着，刘新平得的是血癌，他的问题是抗癌，不是破的手术。护理站说点滴打得不顺。你就帮他打上新的静脉点滴，让他们注射药物。还有，大小姐很烦恼，你就安抚她，跟她说很安全，不会有问题。那他的手背肿胀怎么办？你不会打抗凝血剂拖时间了？他刚做完化学治疗，体内凝血机制已经被抑制了。我们给他抗凝血剂，副作用很大吧？所以你这个外科副主任，你要想想办法呐。那我们这样能拖多久？我不管拖多久。反正你给我好好听着，院长选举之前，任何事情都不能轻举妄动，明不明白？还有，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不管，总之不要影响到我，不要烦到我。
只要是你找我，我再怎么忙，我一定会赶过来。医院里有什么事情？ 心烦的时候，酒总是喝得又急又快，慢慢来。我顺利的时候也是喝得又急又快。你瞒不了我的，到底什么事？有个病人状况不太好，搞得很烦。病人有问题可以找医生。 那我这医生有问题的时候，就找找你。不好，我这么有荣幸当你这个医生的医生啊！不接。看诊的时候，给你接电话。 这牛肉，我的拿手绝活，可是我太久没做，差点破功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又搞砸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天地良心哎，我是看你上班那么辛苦，下班回家要啃面包，所以我想呢，做姐姐的应该做些好料的，帮妹妹补一补。我没有搞砸任何事 ，OK？ 开始。怎么了？你吃饱了？我医院有点事情，今天整天都没什么食欲。医院出了什么事啊？ 拜托，自己姐妹都不能说啊！好啊，你不说我去问你同事喽。前两天我有个病人死在手术台上，现在闹了点纠纷。这个是跟你没有关系吧？ 那就好了，那有什么好操心的？我今天看到他们家属难过的样子，我也觉得好难过。可是我却没办法替他们做一些什么。如果没有医生都像你这个样子，那谁敢当医生啊？ 现在一定很希望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可以全家一起坐在餐桌前面一起吃饭。哎呦，想那么多，快吃。嗯，很好吃，可是有点焦。
我们现在就去。是不是明天才？哎，小声一点啊！一次喝酒停车，其实虽然躲进了，新闻都是有时效性的。我会偷到明天。什么烂电视台呀！找记者来也没有用。看来这家医院。 对媒体的影响力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。好的，好。靠，跟我玩这一套。 你还好吗？我来帮你量温度，还是一直在发烧哎，很难过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想吐。 你看我现在好惨啊，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轻松啊。很严重吗？
新平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现在把你身上这个管子拆掉好不好？拆掉？为什么要拆掉啊？拆掉你会比较舒服啊。现在吗？是我吧？你想说就说，不想说就不要说，好不好？算了，我不想让我爸担心。我们不要进开药房，我直接把你全部麻醉。10分钟就好，没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你再忍耐一下，因为局部麻醉需要打针。四号南龙各一条，快去啊！当然不行啊，你先去尽量拖延一下，我来想办法。哦，你又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酒喝这么多，如果哪天手不灵活了，怎么替病人开刀啊？手不灵活，我就不开刀啊。我邱星辰，苏怡华，他在干什么？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苏医师，我想我们是不是要先请示一下上面的意思？怎么连你也搞不清楚状况啊？新民现在很危险，你明明知道。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这样做，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。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负这个责任啊。所以你的意思说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准备任何东西啊？今天吃大夜啊？嗯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，不知道你愿意帮这个忙吗？说吗？苏医师，苏医师，
师，请你出去。崔总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林医师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还有你，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关上。要开始了，有人来，准备消毒。针可能会有点痛，你一定要忍耐。如果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说，不要动，啊！我能不能请问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柳新平的不会发生问题必须拆除。他的组织是唐主任，只有唐主任能决定要不要拆他的 ProA。你这边乱搞，违反伦理，破坏规定。严格来讲，你简直不配当个医生。邱副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你们使用这样的方式容易导致后遗症。现在所有的报告都证明我是对的，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才对啊。如果这个后果更严重怎么办？你们有人要负责吗？我不管你讲什么理由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再强调一次，只有主治医师可以拆掉他的 ProA。那唐主任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好，我去跟他说。这个是三更半夜来找我啊？你是不是我学生？你是不是我科里的医生啊？主任，我很尊敬你，可是刘新平的情况不一样，如果我们不好好处理的话，我们一定会……我不是已经请邱庆臣去处理了？可是打抗凝血剂，打抗凝血剂有什么不对吗？以前不是都这样处理的？哦，难道总统的女儿是神仙？不能打抗凝血剂啊！可是最近的报告显示，苏怡华，如果你觉得自己翅膀长硬了，学问比我好，很好，我非常欢迎他们聘请你当我老师。如果你觉得你开刀开得比我高明，明天我拜托院长聘请你当外科主任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刘新平怎么做手术，怎么处理不关你的事。我这样说你明白吗？知道唐主任坚持这样做风险很大。刘先平他现在正在接受化学治疗，他体内的凝血机制跟伤口愈合机制都受到抑制。如果我们现在开刀的话，手术之后可能产生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。可是相较之下，手术风险的几率相对的可以承担，不是吗？你来承担啊，还是我？叫唐主任承担啊，还是刘先平他自己承担？那不然现在怎么办？难道你要看刘新平现在状况做事不管吗？我会继续注射抗凝血剂，然后把他转到 ICU 去。ICU 那边24小时有人监控，在那边注射我比较放心。我们这样做吗？那你不怕唐主任到时候又生气？那我能怎么办？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这样处理已经是我权责范围当中最大的限度了，好不好？
救人如救金的道理我懂，责任我来背好不好？苏医师，那就麻烦你一下，你去跟刘清平解释一下，告诉他我们要把他送到 ICU 去，麻烦你了。所有的事情都这样反反复复的，你要我怎么样跟他说啊？你没有问题吧？你都有办法说服他，叫他让你在他病房里面就帮他开刀动手术了。现在只是要他换个房间而已啊！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的。关于今天晚上你要帮刘清平拆 Pro A 这件事情，我们当他没有发生过，唐主任不会知道的。说在前面，就算我现在去跟刘新民说这些事情，并不代表我同意你们的处理方式，因为我还是坚持拆除 Pro A。完全了解，你赶快去跟他讲吧。这里设备比较齐全，而且还有护士24小时看护，我们比较放心。好多人呢，好像我真的很重要的样子。你不习惯吗？怎么可能不习惯？我只是从来没有觉得当一个重要的人有什么好。你们先睡一下。睡不着了。你不知道睡不着可以睡小绵羊。数着数着，小绵羊掉到坑里，就吓醒了。掉到坑里的小绵羊自己会跳出来啊？嗯？副主任，所有手续都处理好了，麻烦你这边签个名。你多留意他的情况一点，有任何状况的话，我要你第一时间跟我报告。是。
大概也会下雨吧。还没有让新民知道手术是你开的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我一心只想着病人的权益，所以我真的太冲动。谢谢你的包容，还有谢谢你把刘希明从小照顾给我。其实你去找唐国泰之前，我已经去找过他了。苏医师，苏医师，苏医师，苏医师。我知道。自己蛮干就算了，还把别人也拖下水。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，你是已经有心理准备要承担了，别人没有那个义务跟你一起受苦啊。那时候只有一心想到拆掉刘新民身上的包围，根本不想那么多。对不起。你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。当然了，这种特质是很珍贵，可是也很危险。自己要学会掌握它，说多了就不美了。走了。护理部的人都说，邱副主任是个冷血动物，都看起来没那么糟嘛。我向刘医师借来的，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，穿起来应该刚刚好。谢了。今天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哎，别谢别谢了，谁叫我们是好伙伴呢？你确定你不先回家休息一下再来？哦，不了，我想趁上班前再好好研究一下新品的检验报告。邱副主任啊，说得真贴切，你啊真的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。我先回护理站喽，等一下再带早点过来给你。哦，对了，文丽。嗯。email 是你写的吗 ？email， 我没有写 email 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只是最近一直有人写匿名 email 给我，叫我要注意一些院内的事情，我以为是你。是我啊。会是谁嘞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他信上只有署名，你的朋友。我也好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哦。你的朋友？这还蛮有趣的、啊。我们每天跟那么多同事一起工作。感觉好像很亲近的样子，可是要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谈心的朋友，还真不容易。也不尽然啊，你不就是一个？你说我……哦，对了，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空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挺我。说谢谢就好了，不用请我吃什么饭。我先回护理站了。
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好意思啊？不会不会，这些事情会计部他们自己会处理，您不用担心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收下了啊。那我就不打扰了。那我送你出去。不打扰了。方总啊，哎，代我向你们董事长说声谢谢。唐主任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地往外面送东西，就怕没地方送。何况这事是院长他自己需要，我们义不容辞。我们董事长特别交代我，这段时间呢，他准备了很多的现金，随时有需要告诉我一声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感激不尽呢。那我告辞了。请。我不送了。再会了。要下雨吧？真的。刚出来。嗯。今天没有到啊？哦，没有，晚点要上课。看来我们两个连在手术室要碰面的机会都不太容易了。关医师，我们先进去了。我一直在想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。你说的很对，心明不是我一个人的病人。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尽心尽力地照顾他，我应该适度地尊重邱副主任才对。其实我那天的话也讲太重了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一个会顾虑到病人的好医师。我接电话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关医师。院长，关医师，你有没有在看新闻？看电视，为什么？去打开电视看看新闻。麻烦帮我转大声一点。该怎么办？凭什么这样子？他们不可以这样子！为什么？他竟然挂我电话！什么？
进入异业时，我郑重的保证，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，凭着良心跟尊严从事异业，病人的健康唯我首要顾念。只是。